请警察迅猛查人。13号玩家被杀了。14号玩家，请发言。啊，13号玩家被杀，逆警觉被杀。我也没啥好说的，就是一个平民。我看昨晚警察有没有验人惊喜吧？如果有的话，跟着警察走。15号玩家，请发言。那个2号，你出呗，真的。要不14号出也行，那8号你应该是个警察来是吧？不知道啊，看不清形势了啊。那7号，那你是活口还是什么啊？那身份我真的是，整不了，整不了你，你这发言我整不了，真的。你 PK 台上的人，你活到现在是吧？还整得自己跟警察似的。那8号你是有身份的牌是吧？你带好队啊。2号玩家请发言。喂，2号发言。15号啥逻辑啊？一会儿说我2号全票出是吧？又说7号带身份，又说8号带身份，让8号带好队，不知道15号啥身份啊？那8号让8号带好队，那8号上把提我2号了没有啊？那上把提2号的，我跟你说都是匪徒，就可以这样说。哎，那8号让37 PK 对吧？那2号就是平民，第一晚到第二晚都看不清场上形势，只能推生推 PK 台上的人对吧？哎呀，我故意的了，就不知道啊。2号平民还是平民？都第几晚了还没查啥，不知道过。3号玩家请发言。3号玩家发言。4号玩家，13号玩家都倒了，你为什么不倒？你还在乱钻警队，看你身份都不做好。从你这个第一次跳井，你身份就不做好啊。4号玩家你到这儿对吧？4号玩家你必须得全票出局啊。4号玩家，8号玩家，你什么身份你啊？你来明我的身份，对吧？4号玩家，第一次10归你出局，你结果10被杀了，没出。13，这个查杀11，结果你又钻警队，你又没死，所以这把你必须得出局。就一匪徒对吧？8号玩家你身份肯定不做好，你抿不动我身份对吧？这么聊靠谱？4号玩家你全票出局对吧？7号玩家，4号玩家全票出局，过了。4号玩家请发言。啊，4号玩家不能出局啊，4号玩家不能全票出局啊，只能被杀手杀啊。啊，4号玩家啊，第一次就是逆警的啊。4号玩家逆警成立啊，逆警成立啊！13号玩家是我的同伴，绝对是我的同伴啊！啊，我没死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杀手是怎么想的啊！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说了啊，头一次啊，2号查杀啊，昨晚查杀的3号啊，3号也是个匪啊，也是个匪啊！我早就说了，37号啊，37号 PK 啊，这些名啊，你们都不信啊，你们都不信。啊，说了，2号那天就已经查杀了啊，你们没有票出2号，啊，反而把11号给票出去了，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，啊，跟你说了啊，我就是一个警察，绝对是个警察，啊，说了，2号绝对本来是应该可以出局的啊，但是这个11号却出局了，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说了这个3号跟这个7号 PK 啊，这个三号跟这个七号，这三号没人聊，
啊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同学，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啊？看你这那个。六号玩家请发言。七号玩家请发言。我是个警察，那四你赶紧快躲了吧！那四号玩小玩家，你到底会不会玩啊？你，哎，那十三是我们的金水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跟着你去飘那个二，虽然二号玩家也不在我们警队，对不对？你别在这说那二号玩家是个查杀，我们昨晚翻的那三号玩家是个查杀牌，对不对？三号玩家是个查杀，就先全票那个三，啊，全票那个三，那十是我警同伴，七十十六三名同伴，我不知道那四号玩家是不是玩肥财匪。我说了，我是个警察，警察为那八号玩家怎么不信？那四不是个警察，那四身份不定，你不知道是肥财匪，给我全票三。啊，明天晚上二号玩家你开始打包吧。三号玩家你匪徒你还拿四抗对，对不对？那十三四是去票二的人，那十三死了你还能你谁能拿四抗推啊，对不对？四号玩家我不用验都不用验，应该是个平民，不会是肥财匪吧？肥财匪那证明一五都是俩平民走的，现在场上还有两名条子啊，还有两名条子，够了，先票那个三，全票那个三。那八号玩家给你个马甲啊。你要敢反水，明天就是你出啊，给你个马甲穿好啊，过全票那个三，有可能给八弟画假的。八号玩家请发言。怎么场下情绪整得这么的乱呀？那个七号小玩家，那个你是想挡刀吧？你这种发言，你是想挡刀挡风了？你拍你说那个少不是警察，然后他叫他跳两把警，然后你都不拍他，然后你都跟四号去上票，四号说三号查杀你跳三号，四号说一号查杀你跳一号，你确实是想挡刀挡风的啊。那个你抱那个四号大腿抱得太紧了，那个四号什么身份我也不知道什么身份，就我感觉他怎么那么乱呀？那个四号，你是不是个条子牌呀？那个，但是这把暂时先相信你下那个三号，好吧？那个十三号，搞不清楚。那个既然给我马甲，那我就穿着好吧。我确实是一张平民牌，就我不是警察，我不想挡刀，你们不用来刀我，对吧？这把三七三七。哎，我觉得那个十四号也有嫌。九号玩家请发言。请玩家开始投票。天黑了，杀手警察都出来活动吧。请警察迅猛查人。六号玩家被杀了，游戏结束，杀手胜利。
哎，我就不知道那四号你起来跳啥井，对不对？你起来不用跳井情况下，那一张顺出了牌，你来给个四叉，给个一叉叉，还叫我起来办你。那个七号还，给警察出局，给他递话他听不明白。那四号轮着跳井，轮着跳井他不倒。我说平民，你们玩的真主意真大，好不好？本来那一是一张顺。哎，那四不是条子啊！我还当四是个条子呢，我一直都保那个四，我3天了都没有拍那个四。那四号玩家一直要把我挂 PK，我就不知道怎么想的。我在他后面发现，我连3天都没拍他，他一直踩我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警察都跑哪去了？三六十六，匪18、11、14，那14是个匪啊，对不对？这玩的什么呀，乱七八糟。六号是个机器警，那个七号我从第二天就给你电话，实际上第一天验的你就是一个马甲，对吧？我从第二天就是说你是个好身份，对吧？你直接把我归出局了，哎呀，现在场上这个我们定义还有四，四号归你。这个一号的身份走的时候不定义，这个八号是查杀，我想先把四归出去，再跳井，然后把机器警卖出去。那个可以买机器井啊，那个9号在吗？再给我敲个字，9号在吗？再给我敲个字，我想做九号。